이 음악이 너를 가장 행복한 순간으로 데려다 주길. 神还原看其台剧天花板，想见你走进你的时间预告两点搞疯粉丝。과거어떤때로돌아가고싶어널만나기전나를만나서꼭해주고싶은말이있어是翻版韩剧《走进你的时间》公布正式预告，浪漫、虐心、烧脑，一样都没少。哎，想把原版台剧《想见你》比下去你，고민중너나알아보겠어星啊，你是爱清楚吗？想见你的粉丝发现韩版复制还原很多细节，关键道具一样，设计场景一样，看来是个忠于原作的作品呢、啊。是的，还记得恩台内设相亲啊，不更正，社内相亲的安孝燮吗？他这次扮清纯，在《走进你的时间》饰演韩版李子维，预告里出现打赤膊的吻戏暴动。给大家看看可以期待什么哈，真是有好好遵循韩剧男星必脱的优良传统呢。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忘记你。2019年台剧《想见你》描述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世代情侣灵魂穿越附身，捧红了许光汉，把柯佳嬿拱上金钟奖视后宝座，也是继《命中注定我爱你》《拜权女王》和《我可能不会爱你》后第四部被韩国人买去改编的台剧。许光汉把李子维一脚刻画得入木三分，安孝燮也表示不敢看完台版，怕被许光汉塑造的角色定型，应该是无法超越了，应该吧。三立娱乐新闻哭啊，那到底还要不要看？报道。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想当米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